万事俱备了，有了空间传输通道，我们就能自由去到任何地方，甚至能回到过去。他到底在说什么？哎，你怎么现在还没搞清楚？以前的空间传输通道是随机打开的，我们也不知道会通往哪里。现在就不一样了，我们能指定地点，甚至日期和时间。哦哦，从此以后，我们就能回到能量最多的时空，尽情吸收能量。你们，时空错展区的坐标可别设定错。很好，快。无穷无尽的能量正在等着我们。吵闹，你确定我们回到了一年前的7月11日？不会有错的。很好，去年的这一天，这里的空间缝隙散发出了破纪录的能量。开启时空器，加速能量吸收。是。回到过去，真是一个完美的计划。有了无尽的能量，变形联盟和浩肯星都不再是我们的对手。不，全宇宙，我们再也找不到对手。收到你的紧急传呼了，神机手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事情很不妙，时间错展区出现了逆数据差。什么？说人话好吗？变形联盟，大事不好了，平行室出现了时间混乱的怪象，时间流逝的速度变快了。这就是神机手说的时间什么区？时间错展区，如同队长说的，就是时间变快了的意思。啊，早点说人话，我们不就懂了吗？一定又是时空兽搞的鬼。可是怎么没收到时空兽警报呢？这件事非同小可，得尽快解决。放心吧，队长，我已经锁定了异常的时空错展区，估计就是时空兽藏匿的地方。什么？居然是去年的7月11日？啊，我马上就能将全体传输过去。时空通道一打开，这表示我们要回到过去。听起来真好玩。是的，变形联盟全体出动。哇，这里就是过去的世界。你是怀疑我的技术？哇，连我们的机甲都变成去年的了，真好玩。现在可不是惊奇的时候，动作快，得快点找出时空兽。尽情的吸收吧。那不是时空兽，而是希卡他们。啊，居然不是时空兽搞的鬼。这其中一定有古怪。海城，你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。我们上，阻止希卡。收到。又是变形联盟，你们赶来的速度倒是挺快，这一次别想阻止我们。快处理掉变形联盟。收到。喧哗吵闹，巨能变形。变形联盟聚合变形。烈风暴长臂，巨能。
能霹雳炮，超能神机手，哎，变形联盟，小心呐！不对劲，喧哗吵闹的攻击速度为什么变得这么快啊？怎么了，变形联盟？是不是没吃饭呢？动作也太慢了。海城，你能扫描出他们速度强化的原因吗？稍等，我来试试看。我知道了，强袭普林士，西卡他们的仪器在吸收能量的同时，也将部分能量传输给了喧哗吵闹。能量虽然细微，却很强大。知道原因就好办了。裂缝爆长臂，你跟我拖住喧哗吵闹。巨能霹雳炮，超能神机手，你们抓紧时间毁掉一切。收到，队长。这能量的补充真不错，变形联盟，你们的动作太慢了，你们的攻击都被我们看穿了。裂缝爆长臂，再支撑一下。你少看不起我了，哼，我可是宇宙第一，还得不停地打。喧哗吵闹，别浪费时间了，速战速决。收到。合计灭魂机。裂缝爆长臂，合体变形，我等好久了。聚合变形，重战虎神。霹雳炮，我拖住西卡，你趁机破坏掉仪器。看我的追击炮。能量传输停止了，就是现在。超众神破坏斩，无所谓，能量已经足够了，先撤退。没时间了，先修复空间缝隙。我总觉得今天的事情不单纯。西卡居然刚好回到了今天，今天又刚好是能量最多的一天，哪有这么巧的事啊？你们说的对，回去得好好研究一下。嘿，好不容易回到过去，应该趁机弥补一下去年的遗憾。我想想，去年我错过了什么啊？有了，梦梦去年煮了榴莲火锅，我出任务了，没有吃到。这个我倒是不想再吃一次了。你去年最大的遗憾是火锅，没出息。队长，时间已经恢复了正常，干得漂亮。变形联盟，时空通道已经开启，你们可以回来了。啊，来都来了，不能回去吃火锅吗？不行了。